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好，大家都已经是知道了嘛？接下来会有新的 Red Dawn Zone 开上来呀、啊，就是最凶一族篇嘛。那么这一次就来个最凶一族篇的预言吧。最凶一族特工，我们的大特。最凶一族的敌人存在时，七力加五必定会新。然后巴达克。变身前最凶一族类别的敌人存在时，前属性效果拔群。变身后，最凶一族类别的敌人存在时，必定追加攻击。然后高切力必杀技发动，还有必定彗星发动这个样子。那再来还有就是这一张内里，它也是有最凶一族类别敌人存在时必定必杀技追加发动，然后还有必定彗星发动这样子的能力。不过因为它的要求是。需要比克也在队内了，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些了。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强的比克，所以这一次就不用它。好，这一次就组了这样子的一个队伍，我们来剧场版 BOSS 篇的剧场版篇啦，剧场版篇的这个科拉逆奖的关卡，预演一下。对，最凶一族，哇，希望到时候新开出来的关卡 Red Zone 啊，前面几关不要太过困难啦。最后一关困难，还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前面几关，希望是手下留情一些些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先把这边全部打开，我也忘记掉了。队伍内是没有登场动画，是没有什么所谓的。OK， 前面这一边的话，当然就是要让巴达克好好的叠攻防。Excuse me 。咳嗽停不下来，这边就随便找人来敲，应该就 OK 了啦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。好，这个是彩星大佬，然后又是克苏，应该是门呆纳斯。哦吼，好痛 ！OK， 开了必杀之后就全属性效果拔群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哎，哦吼，气绝 ，nice。回避 ，nice， 攻防上升，然后巴达克232万，这个输出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小残念，不过毕竟是2020还是2019年，我有点小忘记掉了他的那个登场， 2020、2019， 然后2021是布罗利嘛，那么这样是2019啦，2019，对啦。极悟空就随便呗，全部随便呗，随便敲，哈哈，反正这一次是预演，感觉这个关卡其实也没有到很难啦，好像是第三关是吧，有点小忘记掉啊，对，第三关这个时期的关卡没有到特别的难，还算是可以打的地步啦，只不过这边被敲到一发蛮痛的，我的血量掉了这么多，后续也不知道是扛不扛得住，这个真的是问题。哈哈，才开场就掉血掉了这么多，要被。然后大特到现在都还没有登场过，更加的要被。OK， 镊子。对面全部打到他们的血量剩下半天掉这样子。难道那边会挂掉吗？这一队难道会挂掉吗？有一点点的担心喂。20万，14万呀，就14万，好少。然后回血。这边也是赤足回血，希望可以开得到招。嗨，剩个 good，OK， 扛得住 ，nice。怪波黑攻，投呀！然后轮到巴达克，198，少了辅助，攻击更加的低，哈哈。二连击嘛，老实说有一点点的亚贝嘞，好像会挂掉的感觉。
哦，黑啊黑啊黑啊，差一点就挂了。然后达特的，哦，刀剑乱舞。那么接着，科拉逆奖，嘿哒啦。我这边不扛得住没有，所以我的血量太少了啦，这边就刺维斯好了。嗯，目前诶、欸、是这个样子的攻防啦，回点血，这个就有开招没开招无所谓。哎呀，科拉逆奖，哎、欸，悟空在这种、哦、不太需要回避的地方啦、哦、他都特别能回避啊。然后在真正需要他回避的时候，我就不闪，哎、欸，极意之不闪。不过这个演出动画啊，哈，还是很帅。六周年真的是做到很好，六周年在必杀动画啊、演出啊，哎、欸，都是做到很精湛的。他们可惜就是可惜在能力上面是六周年的能力，要等到他们极限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。哎哎，731万，哎，怪不会讲，吓伊，衰啦！呢，好，嗯，哦，巴达克已经可以变身了。这个防御力应该算是还蛮足够了，现在才120%嘛。如果变身之后会变成多少？180%跟100%的防御罢了、欸，防御力会反而会下降。这样的话再跌多一下吧，跌多一下。之后哎、欸，之后才变，跌够了才来，哈哈。而且现在是有全属性，哎、欸，不是那个维斯的40%减伤。OK 的，还剩个个 ，OK 的，哎，没有了，巴达克198万，好低哦，这个输出，现在看米奇真的是觉得好低哦，而且他的这个防御力，嗯，叠加不太理想，希望之后，可以再开一些些，对。破坏光剑对上77%减伤的红神悟空，轻轻松松，哎、欸、，OK， 好，哎、欸，这一边的话，就是我们大特真正发挥的地方啦。大特在这边不是很理想哎、欸，嗯，慢慢吧，反正大特留住就是了，在这边他有必定会行，我不管他那么多，哎、欸、哎。欸反正你砍不爆克威拉，就是你的错啦，大特。嗨，332万，要有歪，连接太差了。有杀 ，OK， 哎哎哎，极悟空，也没得可以让大特触手一下好不好？错错错，看见哪里 not 克威 ？OK， nice， 停。OK， 停，哎哎，479万，马萨嘎，竟然靠武功砍爆这个科威拉，差一点就要挂了，也、欸、太危险了吧，呀呗 ，OK， 那么这边就有两位要变身啦，死吧拉西，那么先交替先吧。没了铁板大作，狗汉。然后接着就是那卡塞奈巴达克，杀杀杀！情けねえ。俺が貴様を倒す。哇，这个姿势，这一个画面，
超有气势，有没有？马拉克，卡克耶，超帅的，吼吼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有三连霸嘛，最大。一个走，然后这个 Wiz 还是开上来比较安全，哈哈。保险起见，保险起见。さて、一个走。哦吼，悟饭580万，不错哦。马辛苦，嗨，马达克来了，300万，哟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孙家一族的最爱，哦，翠星，连击，315万，科拉蜜酱。可他妈的，再来，哟，330万，哦，可嘞可嘞，超一夜，然后再配上那个 BGM， 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个感觉？真的是太棒了，三，杀杀杀！老实说，这么简单的一个关卡给我打到这么难去，也是很可以的了。哎，难道这边会触发复活吗？要不得哟。超必杀有，滑下来，吃钩珠有，然后吃钩珠有，杀的，哇，极悟空，冷静的。对，然后来啦，479万，斩，逃呀，碎了！哎呀，怎么一次连击连的普攻出来 ？OK， 圣狗哥，哇哇哇，这个好爽哦！可惜啊，这个大特大吼。他虽然说是可以叠六回合的防御力，但是自身的那个基础防御才100%，有点小低耶。斯帕诺吧，天，在悟空，太简单了这边。OK， 回血，稍微回血，多多回血。嗨，这边的都看我就不去带他了，给他顺其自然过去就好。700多万有点多，如果让悟饭太大力的话，巴达克又没有机会出手了。巴达克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然后再轮到悟空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然后收尾，哎，斯巴达西，如果是可以这样子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巴达克收掉了，杀！可惜火力不够啊，帅归帅了，可惜火力不够。呼呼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哦 ，yes， 可以，非常的帅气。哇，老实说，是有蛮多对大王啊，对最凶一种特工的角色啦。可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啦，只是拿来打这个比较简单的啦齁，其实就不是那么的容易来使用啦。当然这一次是因为要把所有的角色组进来，所以可能搞得比较难一些些。不过正常来说也不会太好用啦。像这张如果大家是有财星的话，因为像我这只有开一路，所以表现的没有到太特殊。然后这张的话就整体的爬速都比较偏低啦，需要未来极限这个来救。他的前段变身前的防御力叠防没有到特别快啊，自己的连击不够高的话，就比较麻烦一点点。OK 啦 ，OK 啦，就是这么个样子啦，相当一夜啦。可是就等这最新的 Redodon 出来过后就看看一下，可能会打得非常痛苦，希望啊官方前面几关做得容易一点，先给我们大家一点时间喘口气，等到第三part活动才出最难关，这样子像气动连这个样子啦，慢慢出啦慢慢出啦。
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最凶一族的 Red Dragon 一眼就这个样子。拜拜，またね。